第四站的中西区赛事同样如火如荼，十六队来自中西区的曲艺精英同台竞逐领会全港十八区粤曲精英大赛中西区金杯。同台竞逐的出线者包括有冠军的梁子琪小姐、亚军的吴子君小姐，和季军的郑海伦女士，以及优异奖的史美玉女士，真是恭喜他们啊！这个时候啊，等大家细心欣赏一下啦。